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我得带他回到白晶晶的身边。你是？而他的胎儿，我就借用春三十娘的身体，把他打到人间。刚刚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说我有个儿子？哇！当年我在你家跟嫂子偷情，对你不住，接着又跟其他的女人，对嫂子不住。今天我跟你恩断义绝。不好，嫂子跟你拼了！定海神针。不可泄露。